旧情的海边，又叫声遐尼水，可惜爱消失去。旧情歌，写写爱笔。你安尼大个大个叫甲安尼情好好，你敢知影？因阿娘姓啥？当然嘛知影，因阿娘甲你同款姓何啊。世界哪有这样拄好的代志？伊阿娘甲我同款姓何，伊阿妈甲我娘母同款叫阿水静，伊脚底甲阮囝的脚底同款，拢有五粒痣。敢讲，伊真正是我的囝？水某，水某，你是咧想啥？想我规个目骨拢红起来？无啦，啊对吼，停车停伤久哦，目睭酸啦。哦，你目睭酸就莫停啊啦，先休困，我停一杯茶互你啉吼。这无茶啊，我来外口去。卡斯破格也是我的囝，勇啊，敢有法度接受？哎，大爷，你回来啊？那件花嘞，是不是走去啊？无无无，阮水某咧房间替阮大爷添衫裤啦。添衫裤？添什么衫裤？阿杜，破格啊！哎，你创啥？把我放开啦！无啦，我着看你哦，去甲人骨头平安无代志，转来伤过欢喜啦。啊，对啦，你看这件衫哦，我替你补好，你穿看卖。谁给你补的？我着看有破空，就甲伊补补的啊。哎，你还这么加补啊？这件衫啊，是用来做我的呢，一针一线，拢是有爱心的。大，你误会啊啦，这件衫不是我做的啦，是阮水某做好你的啦。哈，不是你做哦、喔，安尼就无啥物好纪念的啦。我才无想要甲一天到晚找麻烦回收，穿同款的衫呢。哼。大，大，你莫安尼啦。我有阿娘亲手做我的衫，我就够了啦。不给，咱入去。大是一个囡仔尔啦，伊拄仔讲的话，你莫甲囥在心肝内啦。到底是有套动，啊，两百面套动。百面套动分两种，一种温好势，一种温歹势。还阁有啦，咱是光明正大的神呢，咱袂使做帮助这种贪来暗骗的代志。嘿，神嘛是有分两种，一种正神，一种好神。啊，他阿婆来煞去，你也毋是捌恁教过啊？伊真厉害，还是讲哦？一山比一山高啦，哈！用软的无多，咱就用硬，非常时机用非常手段。只要咱来出发点，是比阿婆见无心，气无心，安得？哦，大家抱下个嘴咯。伟大，伟大，伟大！好嘞，先来边啊。点试试，未输跟咱拢无人诶。好，嘿，规气哦，大大方方甲弄入去。做代志啊，甲细腻，预防万一，你听有无啦？啊，来，用便。哦，
较无吧。哦，是。福建啦，你困了，好，趁你在困哦，赶紧的，摸嘞，赶摸走，紧紧。但是讲一个伤大难的，万一若翘起，咱就加无用。袂啦，袂啦，无问题啦。小山青年哪有遐尼简单啦？安尼好，讲不了，你人先带转去啊。哎，等，啊，你要去倒？我来找因阿娘，汤圆我惊烧恁啊。啊，人拖伤久呢，万一因若醒起，我惊我家己一个无法度应付。我早知你无法度啊，免烦恼啦，我会啦。啊，来去啊。好了，行吧。表示我们拢袂顶袂当。若不是破格是我的囝，我才无爱吃受苦。水妹，我敢有听唔对？你拄则讲阮大是恁囝？啊？无啦，你听唔对啦，我是讲哦。若不是将朴家也当作是咱囝，哦，是啦，我这阵啊吼嘛，甲你同款有这种感觉的。好在家在我等了紧，差一点啊就别空。永啊，你起来，我给你倒三个。好。尴尬嘛，叫人做这做那，我要忝死。水妹，你若忝，就先休困啦。来，剩的工课我来做就好。无我的温准，恁两个人拢袂休困。嘿，你无爱让阮休困，是要活活甲阮忝死哦？你若是敢反驳我，我随时都会治你的命。好，只要你莫贪污水某的，我袂许久，我一直做，我去做。哎，这对翁仔某实在是有够可怜的啦，互这个妖怪安尼甲虐待。嘿，阿姐我无出手，甲斗三角要来赢。但不过啊，若是临时要安怎控制煞去？到迄时阵，这对阿母就无利用价值了。这暗啊，恁两个也过咧无用什么会啦？这件事啊，啊，恁来这咧？啊，我都来这哦，想要救恁水某一个。啊啊！招阮水妹？啊，不是，讲了伤过紧啦。我是讲，我私底下是不是会使甲恁水妹讲几句啊话？唔知方便无啦？好。叶叔，哈，啊，你找我什么代志啊？哎，代志大条啦。啊，都好，我，啊，这件事啊，是不是我在家你无方便讲？夭寿了你，你过来吼。行下路的，啊那安尼吼，我出来外口过门，万一阮大因阿娘来来看到就惨啊！是，赶紧，好好好，啊好好，门夹住。好好好。这件事啊，是什么代志这么重要？你专工来找我，而且搁这么神秘，无爱好用啊，知影？你莫问遐尼济，我带你来去一个所在，行。等，你要带我去倒啦？当然嘛是予恁母仔惊小恁啦！啊！搁甲伊放西阿娘，原来你
实咧烦恼济，你放心啦。咱阿婆吼是一个真捌代志的囡仔啦，你若好好啊甲解释哦，我相信伊绝对会体谅讲你当初是安怎甲放生伊的原因。啊，不过我还袂准备好咧。这么好啊！母仔囝是天性的，啊，恁两个又搁失散这么久啊，啊，真无简单，今嘛才要团圆，才要相认哦。你是要准备什么话啦？哎呦，啊，我就一点啊心理准备拢无啊！啊，这件代志哦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解用啊，解说啦。哎呦，姐妹，哈，我先来放尿一下，我那边就回来啊。哦。好啦，进去啦，进去啦，啊，这无代志啦。金妹啊，你听我讲啥？以后阿婆啊吼会变好还是变歹哦，甲你亲阿娘有真大的关系哩。我有关系啊？当然啊，你这亲阿娘若是无出名，该相认啦。甲讲你要放阿婆啊，这世人在这个世界连迄个妖怪抓了。嗯，当然袂用的啊。安尼就对啊嘛，啊你讲你丢丢什么话，赶紧跟我来去啦。若有什么问题，我替你解决，行。好。哎，阿叔啊，你是安怎？袂用的啦。照即马这情形看起来，我阁袂当去啦。是安怎袂当去啦？我甲你讲，今仔日哦，你若跳过这个机会啦，不但讲阿婆也有危险啦，阁会连累到大家啦。这你都要好好考虑一下啦。哈？时机还袂到啦。我想哦，总有一天哦，我一定会甲阿婆阁相认的。我安尼也无嘴讲啊无乱。你也给你看时机啊！我就跳，我明仔给你急死，给你急死！走走走！张爹爹，哎呦，你要你在冲啥？哎呦，哎呦，我说，啊，你真罕今日来啊？啊，不啦，我要哪敢想要安怎啊？我无要安怎，我就来看看因两个。小姐姐，你提死！哎呀！哎呀！小姐姐串通好啊，要来对付我。啊！无，我无。代志某啊，代志某啊，大无去啊。啥物？宝贝无去啊？嗯。一定是迄个小姐姐把宝贝偷偷走。恁两个，去甲伊找倒倒来。好。我随去，随去。别人啊，别人。啊！一走倒去啦，生囝是哦，搁唔转来，唉！囡仔兄，你醒啊！哦，你想要讲话哦？袂用的啦，无甲你嘴的太开袂使，啊，无然后你讲话，我会害溜溜啊！哼！你这白毛老狗，你叫是讲无爱和我讲话，我就无法度纠缠你。唉。啊！都明明拢无听伊讲了啥物话，是安怎我同款吃衰？哼！我即马也用收的哦，明仔刚刚给你洗啊！哼！喂，你要去倒？哈？妹妹，妹，兄弟，
哎，不搞你了！等，阿丽，哇，阿丽啊，坐椅啊，那坐到哭家桥下啦！哎呦喂啊！哎呀，救命！阿婆，啊，免坐啦，免坐啦！想袂到迄个小扇子，连用箱的扇去嘛有够重，歹势人叫扇去啊，我任务失败。哇！是啊，阮也命呀，非我所不能呀。哎，即摆连恁亲阿娘金妹啊吼都唔介绍恁啦，我看这桩代志吼，愈来是愈歹瞧咯。找到破格无？所有的所在我拢找过啊，就是无看到大个啊。啊你嘞？我哪有找到？那着问你啦。嗯，安尼讲嘛有理嘞。到底是走去倒啦？恁找无破格啊？恁拢做回事？大个尔，恁莫抬阮水无？恁要抬我就好啊啦。你放心，恁莫死。阿娘，伯哥，你是去倒位啦？阿娘这烦恼的呢。阿娘，我这平安无代志啊，你当放心啊。好，来。师傅，你烦恼无？在大后等来，也若无咱真正死的只啊！是不是迄个小姐丁该掠去的？是啊，讲干那伊哦，搁一个白嘴嘴的老大人。伊哪会这样无路用？既然安尼，就会掠去啊！你敢有想过，万一你若是出代志啊，安尼一个人？是要再活落去？阿娘，我是无说你的啦，以后袂啊。以后，你恐惊就无命。白姨呢？你一直爱加倍认真来练功，把灵魂是毁掉，把全部人拢杀死。阿娘，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你袂杀人？你这个囡仔，你若是无把因杀死，一定要想办法把咱杀死。只有把遐个人拢杀死，我才会安心。我不爱啦，阿娘，我不爱杀人。阿娘，阿娘，你拄仔是不是要杀死用的婴儿无？你不是答应过我，你袂杀伊？你这个回掠去，我怀疑是应该小姐连串通好的。伊两个人若是无杀死，恐怕以后会出袂烂。袂啦，因袂啦。事实就放在眼前，还搁替因讲话，你这个囡仔，你怎会无听话？阿娘，我唔是唔听你的话啦，因是无辜的啊。你若是惊因出袂烂，你会当甲伊放走，莫杀因啦。你啊，好啦，阿娘答应你，我袂杀因。多谢阿娘。情歌，写写爱悲。